解封的微滑板。Let's go skate。关太久就会越来越烂，你知道吗？是那种大理石的材质，所以蛮难卡的。好了，我们来聊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，就是早上出来一个微滑板、微街滑。疫情现在微解封，我们就是出来溜一下，但是还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，好吗？各位，去那边看一下有什么。你看，一个小斜坡，你的脚踏车打在那边。把它移走一下。啊，来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还可以吗？超可怕。太久没玩板，而且我上礼拜还扭到，所以脚还是有一点痛痛的。但我小玩就好，小玩好不好？这边你看有个大斜坡，哎，好像可以做个什么。Let's go。新版不习惯，怎么会有怪装备的问题呢？干超烂的，刚才那条不行啊，脚好痛。先回去休息一下。这就是微街滑，一点点这样。微街滑 ，get。有在录影哦，有啊，我就知道，嗨，路见不平，不是路见不平啊，说错了，意外，要不要上个优点我去拿，好不好？优点啊，对你来坐那里去上个药，快点，这个药呢，赶快，看我吓死哎、欸，你怎么摔的？我不知道是卡到什么还是怎样穿 ，Oh fuck， 先不要定嘛。四月份的财报要定在三月份的支持。哎，今天 MVP， 今天 MVP 是你，今天主角可能变成你了。惊喜跟意外。哇，继续，没有交代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伤口没有很大，要紧一点。见不得才可以。对，谢谢。不会啦。谢谢。还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小伤吗？对啊，小伤啊。我刚刚是本来想说跟那个警卫说，不用包扎，可是因为他人太好了，
他可能是想要做到一个帮忙的那种感觉，那非常感谢他。但是因为他们那边没有那个胶带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包有点烂惨，所以我跟他意思一下，然后我刚看了一下伤口不大，所以我等一下回去帮我摄影师处理一下。处理我，你要处理我。没事吧？没。OK 吗？不会受伤的吧？有看过边买菜边溜板的人吗？十万，忘记了。十万。吃什么？我们今天就是煮一些能吃的就好了，然后。就是我跟我摄影师，然后我们去聚一下，我们大概休息一下，我们下午可能会去 park 练一下滑板，简单的。秀一个，秀一个不辣叉的。我干你！哎，没有没有没有演过，不是故意的好吗？拜托，我平常都不会失误。讲实在，我还没读餐饮课的时候，我就会煮一些小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能吃吗？可以啊，泡面啊。我煮的料也都很简单，就是搞一些鸡胸肉，主要的鸡肉蛋，然后蔬菜，蔬菜一定要有。我的鸡胸肉就是洋葱搭配酱油，这样一起炒。Check it out。Bro， 只有这个吗？对，这个还好。两个只是。Nice。惊喜跟意外啊！今天意外来了，那惊喜什么时候会来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们现在先去拿一下，就是好像厂商有寄东西给我。我刚刚有听到联络，就是技击馆那边在下雨，玩板的地方在下雨，然后现在在打雷。哦，是 protein 呢，是蛋高蛋白，就是我最新接的高蛋白厂商，有高蛋白可以喝喽。Oh shit！ 超多包了，超赞。这是什么？可以哦，摇摇杯。好，我们今天做个收尾好了。今天真是微滑板，而且今天连惊喜都没有，今天就直接摄影师出了一个意外。然后，难道这是惊喜吗？就天上打雷。结束今天微滑板的一天，今天真的还微滑板，我们出去只做一条赖，然后这条赖还做的有点不干净，那我们就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好啦，因为家人上礼拜呢脚有点扭到，不是脚有点扭，是脚扭到，然后现在还在愈合，所以可能打雷让我也不能去溜吧，好吧，那就待在家休息吧，然后。希望为解封，也大家也不要松懈，好吗？待在家，好吗？冷静一下。哦，我们等完全解封再出门。我是支持，就是待在家，然后不要解封的。目前真的是不太适合解封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那个下个影片见。然后不要忘记 follow Instagram、Facebook、IG、Twitter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Oh yeah。真的是不要闹，真的给我在下雨。拜拜。